1993年，解忧杂货店，小城音乐人。如果我们从前面记起，会不会记得20年前？我看到那些未来的人给我写信，跟我说他们的变化。不知道这里是否还开着？我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。口口声声说要创一番名堂，今天怎么回来又混日子了？至解忧杂货店，我是一名舞女。我们家的状况不太好，除了做舞女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赚钱养家。你们说我们能给他什么指点？心中有梦想，在哪儿都是舞台。你说的比唱的好听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再走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爸爸。孤独并不是因为孤身一人，是因为无法找到心灵上面真正的沟通。结婚有那么重要吗？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他有一天混得比我们还惨，你负责啊。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，他们心里都有答案。搞什么狗屁音乐？真喜欢音乐，自己搞个直播，弄个艺装，你就成网红。网红直播，什么玩意儿？